欢迎观看牛仔抢婚，被杰克打死偏今天来了一位新求生者。他自称是自己是一位伟大的牛仔，夜莺小姐带着一个男人来到了求生者宿舍。这是新来的求生者，凯文阿尤索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西部的牛仔，我叫凯文阿尤索。西部的牛仔，听起来不错，大家都不太想和凯文打招呼，只是在凯文的背后议论他。艾玛向凯文打了声招呼。你好，我叫艾玛伍兹。扑腾扑腾，凯文被这眼前的女孩迷住了，她是这么单纯可爱。等待大厅，不要害怕伍兹小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凯文慢慢的靠近艾玛，重色轻友的玩意，奈布擦了擦他的军刀，对着凯文冷笑。游戏开始，地图，圣心医院监管者，开膛手杰克求生者，园丁，医生，佣兵，牛仔哒哒哒。艾玛破译着密码，杰克这个大坏蛋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。真的吗？杰克突然出现在艾玛的面前。啊，艾玛吓了一跳。炸鸡了。杰克抱起艾玛，听话，不要挣扎哦。你要干什么？带你玩啊。可是杰克把脸贴近艾玛的耳旁。艾玛，还记得我当初给你说的话吗？另一边，不好，伍兹小姐被抓了。正在和破译密码的凯文奔向艾玛所在的方向。接下来你们知道的，牛仔被杰克揍死了，凯文阿有所足。享年我也不知道多少岁。